我也常带我女儿，没事就去梅花湖呀，骑卡拉车。哎，啊，看见阿公了呢。哎，许看啊，有时候就跟讲说阿公你家，阿公你家，没阿公你家哈。然后我说实话，女儿也是很奇怪的那个，她晚上她就跟我讲说，爸，爸爸，那个 grandpa 阿公有看到我吗？嗯，我想说哦，你有啊，有啊，在看到你啊，就有啊，很好。然后我到现在都还没哭。然后是到那一次，她就跟我讲说，那她有看到我很乖吗？他说：“阿公有看到我很乖吗？”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说：“有，阿公有看到你很乖，你真的很乖。阿公如果有看到的话，一定会开心有你这个孙女。”我是那天晚上那个泪才流不止，隔了大概半年一年吧。那个时候忽然我才觉得说，好像爸爸离开了，才真的沉浸到那种氛围里说，哀伤里面。爸爸金家照，我真的不会了。爸爸以后有什么那个，我就是要挡着一片天，上面就没有了。然后那个时候，人家说一代传一代也是这样，女儿也是再过来说，爸爸爸爸，你还有我，抱着我。他就说爸爸还有我还有我，所以还好就是这样一代一代这样传承下去。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不要觉得说那个遗憾是说永远爱要及时。